多數都唔係性感啊！你見到我雖然係 V， 但係個 V 好窄嘅，咩都睇唔到。嗯，係同埋黐都好密實嘅。即係都唔驚走光。哇！聽佢講到阿 Q 嘅老公啲兄弟個個都靚仔喎，係咩？係啊，我未睇到啊，陣間上去望下先。大家都或者 mark 住相拎掉，或者會唔會都要快啲去識翻我先啊？我有，我多數都係等人哋嚟識我，自己好少主動識啦，唔使。有冇話今晚準備咗啲咩禮物送俾你？人情咯。最實際，最實際，因為買嘢好容易唔啱，佢哋咩都有，咁啊唔想浪費咯。但有冇話過幾時到自己咁樣啊？可以？幾年後咯。因為而家自己都好忙。而家未係未準備好啦，因為其實都好即係好即係事業上自己仲有好多嘢想做，咁啊人生上有好多地方又未去，又唔想即係有小朋友或者將來有家庭嘅時候，可能嗰、那個。要顧慮的東西會比較多，想 做多些這些東西先。現在自己是不是單身？都可以這樣說，但是即我覺得以前說得太多了，現在就收起來好一點，總之很穩定的時候就會告訴大家。